有人不？但是也都落地了。有一个，哪里是一个？这人家都落地了都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男孩。他谈了恋爱，但是又怕被爸妈发现。就把女朋友放在隐藏绘画里了。然后每天晚上，因为高中学。我操，怎么一枪都开到了？开一个机会都没有，我操，他不能这么屌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他这个人，他这个人是谁？对啊，我看看他怎么样，看看他屌不屌。十六级啊，怎么这么屌啊，我操。点错了，那个操作。我操，你看他这枪法，我操。